1939年，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然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武汉岌岌可危。超过100万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经过4个月的顽强抵抗。 武汉失守。那时在武汉短暂安稳下来的人们，不得不面对新的选择。1938年的秋天，几乎所有从武汉撤离出来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这座江边古镇——宜昌。宜昌呢是个咽喉地带，是个交通咽喉。 因为那个大后方啊，四川呢，这个它必须要通过三峡。宜昌的这个西泠峡呢，就是这第一个峡口，所以宜昌是个重镇。宜昌本来就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所有从下游来的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这里换乘民生公司能走三峡的大马力小船，仿佛一夜之间。 西迁的移民和物资就把这座古镇撑得爆满。危机时刻，扼守长江三峡的宜昌，成为全系中国命运的咽喉。宜昌那个城呢很小，不足2平方公里，但是来的人呢每天是几千几千，最多的时候达到3万，都在宜昌，顿在宜昌走不了。民生公司的船又有限，只有20多条船。 有信纪上传的作家老舍这样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人也多了，突然宜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万人，背包带，甚至过了托儿带母的，就这个淮沿路啊，你晓得淮沿路，那附近的街上完全大一棚棚，惨不忍睹的，确实。 但是流离失所，信息的没得地方走的，当时人多船少赶不上，那时心情呢，看他们扶老携幼，有些人哭哭啼啼的，在守望守到起，想赶船，但是没有法。 十天不了，人太多了，这个垃圾才能难过，就看到这白老苦，没有房子。这一天，一对新人也挤进了宜昌码头。新郎潘世豪，抗战爆发前是武汉亚细亚火药公司的职员，武汉保卫战枪声打响时，潘世豪刚刚举行完婚礼。 结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后来我看着别个送的那个银藤呐，有她的名字结婚纪念，我才知道我的妻子的名字。所以我们呢，妻子很贤惠，所以我常常我自己在想。 别个是先结婚后恋爱。婚礼以后，新郎携新娘离开武汉，到宜昌一带风景区欢度蜜月。直到碰见一位朋友，这对徜徉在湖光山色里的新婚夫妇才如梦初醒。有个军队的朋友来告诉我，他说敌人已经到了当阳了。 就要来躲宜昌了，因为喊不赶快走。这个时候我就慌了，我们赶忙我就去买票，紧张的不得了的时候，他就是原来这个固定城啊卖票啊，他哈不开了，他真是哈不开了。一人一个船，只有几十个位置，这样多人几万人，你说哪个弄得到啊？都怕。
飞机要来啊，这你看了，那明星很可怜的，就是很可怜。那时候买票啊，很困难。我想买两张票，我跟我的妻子一块坐，结果他只答应一张票，我就把这个买了一张票，我就送我的妻子上船，那个就是生离死别的情况。我担心他路上啊遭砸，他担心我啊一个人在路上啊恐怕东洋人来了我坐不住，所以这个情况啊就不像现在旅游到处走，那个时候确实是生离死别的夫妻情况。潘世豪与妻子分手的码头上还堆积着多达90000吨的待运物资，这些从沿海工业城市转运过来的机器设备是当时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往返于宜昌与重庆间的船只汽笛声从清晨响到深夜，但他们怎么也跟不上战争的脚步。向鄂西进犯的日军被中国军队阻击在湘河东岸，宜昌撤退有了一段宝贵的时间。这天下午，刚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次长的卢作孚飞抵宜昌。武汉沦陷的前一天，我的父亲离开武汉坐飞机到宜昌。当时宜昌一片混乱啊，那是1938年4月23号啊，宜昌一片混乱，抢买船票的老百姓挤满了几个轮船公司。看着为征运货物互相责骂的人群，卢作孚大声喊道：“请回去，所有人都明天见。”我来了，我还不晓得，说卢先生来了，穿的马马服、马制服，我们都穿的马马服，穿的马马服，跟普通人一样。那个时候，卢作孚也很有名望的，这个人，他是四川省的建设厅长，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实业家。卢作孚出身贫寒。勉强读完小学的他，一边干活一边自学数学英语。1925年，他在几个朋友的资助下，凭借一条小轮船创办了民生公司。10年后，拥有40多条船的民生公司已发展成为川江航运的龙头。然而在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卢作孚的下落，甚至家人也不知他的去向。就是1937年8月7日，就知道我的父亲的消息了。报纸上看到一段新闻，就我的父亲到了武汉，在武汉组织抢运。那段消息我看的时候，当时我就流泪了。与家人分别已久的卢作孚，自南京面临沦陷之际，便开始负责指挥战时运输。此刻他临危受命，再次成为扭转宜昌危局的重要人物。他一来就在家就活着了，不是来工作，连吃饭都顾不了，洗个脸了，累了都顾不了，就在火车里面去到处逛，到处去看，去了解情况，然后提出办法。晚上都不让睡，要多有心，把这个从固定的仓，就算固定仓也空地方，就是火通，那叫通仓，火动的通仓，我有那个八字上的哦，这样子就行了。一个船本来是装20个人的，装30个人的，现在装100、200。
鬼柴蓝擎发动机，地转速，大扭矩，动力总成系统优化匹配，完美降低整车油耗，绿色动力，国际鬼柴。海天酱油，坚持原料优选，坚持阳光酿晒，坚持每一颗用心，每一滴放心，经典味道，品质如一，海天经典味，生活多美味。白金酱酒，讲究，茅台集团的白金酱酒，用小杯喝更讲究。健康之家在我家，金活健康之家。分享的不只是知识，传世的不只是名声，厚德至善，风聚成山，南山集团。24艘轮船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上游各码头之间，码头和轮船发来的电报日夜不断，卢作福桌上的电话也一天24小时响个不停。他了解每个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和哪些船装运它们，整个宜昌码头已经没有白天和黑夜。因为每天跑轰炸噻，就是外层枪林噻，外省枪里的那个照明没有办法，没得点灯啊，没办法，就那个煤气灯，直接那个煤气，原先宜昌市有一家专门跟供应城市的煤气灯，但是不够用，自己想法子组织一个煤气组，晚上照明枪林。从上游返回的船只抵达码头前，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轮船刚抛锚，装载器材的驳船就靠了过来。卢作福还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船850多只参加运输。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在华日军立即加紧军事行动，张自忠率部截击向宜昌方向进犯的日军主力。这是香港战役，那张自忠就是坏了，那确实是坏了，那人家就是说哪里会想往哪里去，知道敌强我弱，但是我非要去打不行，这是张自忠的，人家遗嘱都写了。日本第11集团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的10万大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里开来。为了阻止日军的进犯，国民政府军委会早在一个月以前就下达了乘船封江的命令。所有的船都在那儿沉下去，就把航道阻断。这种招商局的船、打杂工的船，几乎都在那儿沉掉了。当时要把民送的船全部沉掉，就是很严重。得知沉船的消息后，卢作福感到十分震惊。他认为，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凿沉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以断敌路的做法无疑是自绝后路。卢作福的这一想法引来了一些人诸如阻止日军的西进是当务之急，一切要服从这一需要的非议。但身为交通次长的卢作福最终也没有执行这一命令。运输船崩溃了，并且
沉船，因为只有运输船才能在长江上游，就是宜昌到重庆那一段航行，其他都不能，都上去不了啊，船都大上去不了。如果把运输船也都在沉不了，运输都没有船了，那就宜昌到重庆撤退就完全没有了，只有前线也没有了。经过卢作孚的再三努力，民生轮船公司的船保下来了，但望着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他又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难道当时民说是几千吨船，另外22只实际上单位只有几千吨，非常少，如果要运那些物资的话，必须运一年才行。而让卢作孚更加担忧的是，时值深秋，长江三峡即将进入漫长的枯水期。当时枯水期就马上来了，枯水期一来之后，那些船都不能走了，大一点船都不能走了，就运不了了啊，40天，只有40天。一夜未睡的卢作孚决定打破常规，除了把最重要和最笨重的设备直接送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一半航程，只送到万县，更轻更不重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路程，送到奉节就卸下。这就是著名的三段航行计划。就是真正不能行船的，那时候也做过三段航行，就分船大小分三段走，那就是春节前后那一个多月时间，春节前后的时候，真正枯水的是11月到3月，也是我们说枯水期。长江水位正在下降，民生公司征用的850只木船也加紧运输。三峡纤夫的照片曾登在美国报刊上，世界由此知道危急关头，这个民族会用肉体与钢铁搏斗。像是经受了一场那个血的考验，而那些船也在人们飞机轰炸之下啊，强运物资，这是白天航行啊，晚上装卸强运。我的父亲就主任一场指挥，14个日日夜夜，基本上没有睡觉。每天晚上，民生公司招来的3000名搬运工在各个码头往来穿梭，激昂的号子此起彼伏，在古镇江边回荡。一条轮船呢，卸卸货物，你要把它卸完装完，你才算到一个工班，才是吧？你一搞的话呢，就是搞一天一夜，等着啊，康熙包粮包啊，战斗，康熙走，就在再瞌睡。你说那个时候，真那个康熙他，一下那个，在个不管这个旁边那么一靠，个肩扛在肩膀上，睡着了他。纤夫的队伍里走着一群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他们是从南京撤离出来的戏曲专科学校的学生。因为那个时候不大下雨，水都比较干，所以这个船呢拖不动，就一定要想办法拉纤。拉纤谁拉呢？我们每个人都想去拉，最好我也来拉，我来拉，我们把个船拉动了就好了，快一点到。结果他们我就说我来拉，结果他们说你这个小鬼，你拉得动？你不要，不许你拉。我还真的要拉，他们就非不让我拉。最后我当然没拉，就曹宇啊，我们的老师，他是很积极的，简直是我来拉，我最力气最大，你看我怎么样有力气。他很那个的。面容娇美的林管如
学的是戏剧表演艺术。18岁的他，在充满野性的川江号子声中，感悟着生命的张力。在牙齿上，和纤夫一道匍匐而行的曹禺，刚发表完与雷雨齐名的话剧《日出》。曹禺呢，是和这个南京艺专的一批师生呢，在余尚元校长的带领下，坐了3条大木船进了川。曹禺当时在这个南京艺专呢，是教导处的主任，他是穿了一身长棉袄，这个敲了一个大锣啊，这招呼的同学们呢、师生们呢，什么时候下船呢、什么时候集中啊，什么时候开饭呢、他用一个很大的一个锣啊，鸣锣开道。年轻的曹禺已经是南京戏曲专科学校的教务长。不管敲起他都快要睡地下去了，他就是这样子。我在这远远的看，觉得他都睡到地下了，好，他拉的累呀、一面走一面这么拉，哎呦，小伙子们不要怕哭啊，加油干。他这老喊的，他也是很，他自己是个老师，带着学生。天际也知洞悉眼前，优雅有度，也能全面超越。志享品味的中高级座驾，东风标致508。梦想在我心间，服务在您身边。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福慧新州，塞北朔州，生态阳泉，英雄吕梁，魅力运城，瑶都临汾，中国山西尽善尽美。掌控你的路，掌控每一个方向。新奥迪 A4L， 精准在握，驾驭未来。当时川江上还有几只外国轮船，因属中立国，只运一般的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物资，而且每吨的运价高达300到400元。一些从长江中下游西迁而来的厂矿，因为无法承受高额的运输费用，不得不将一些分量重、体积大的机器设备抛掷在沿江两岸。从河南撤离出来的中孚煤矿总经理孙月琪，望着那些无力搬迁的采矿设备，久久地在江边徘徊。他为什么一筹莫展？他运不上去了。那个时候他着急这个事情，也不是叫做一筹莫展，就是说他很着急，但是他很积极。后来呢，他就碰见了卢作孚，这个我印象非常深，我没有在场，但是我父亲很高兴。他们两个呀是一类的人，都是自己非常刻苦，都是事业心非常强。他们两个的共同语言特别的多，两个人见面，他们5分钟就达成共识。就是卢作孚说，我负责把这个东西给你运上去。卢作孚通过合作办厂减免运费的方法，还将以无力搬迁的上海大兴炼钢厂、常州大成纺织厂、汉口周恒顺机器厂挽救了下来。
并用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张自忠率部从右翼打击进犯的日军主力，日军调集部队折回反扑，经过7-8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弹尽粮绝。张自忠这牺牲得非常英勇，这个日本向他进攻的时候啊，他是身先士卒吧，站在了第一线。最后日本人向他进攻的时候，他周围的警卫都走了，就他一个人的时候，日本人有7个人向他围攻，最后用刺刀把他击倒了。参军们就到宜昌的话，宜昌是10万人，毛主席是从飞机的天安盘旋迎接人，张自忠迎接。在那个时候呢，卢作孚派专船驶到重庆。40天过去了，卢作孚独自一人在码头巡视了很久。堆积如山的9万吨器材和30000人员已赶在枯水期前撤退一空，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宜昌大撤退落下了帷幕。时隔2年，这一幕又在地球另一端上演。1940年5月24日，正在弗兰德作战的英法联军被德国军队团团围困在敦刻尔克至比利时边境的海边。英国海军部调动无数小型船只，包括伦敦泰晤士河上的救生艇、渔船、帆船、游艇和市民用来度周末的小船，越过英吉利海峡，像潮水一般涌向敦刻尔克海面。用10天时间将33万英法联军从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中抢运回英国，为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日后的反攻保存了实力。这次撤退被称为战争史上最大的撤退，即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敦刻尔克大撤退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这样的撤退在中外战争史上仅此一例。在宜昌先把妻子送走的新郎潘世豪，一个月以后也来到重庆。流亡中分散的一对新婚夫妇奇迹般的在这里碰面了。我就正要在你河边联系船的时候，包一个筏子去的时候，哎，我妻子居然在相国寺码头相见了。哎呀，这才巧极了。那个时候抗战的时候啊，这个人心呢都很好，带一口箱子，他的箱子还他先出来，还有一个王然的厨房里用的东西，带那么多东西，哎，居然他雇了一个船啊，从郭家渡运到朝天门口口，又从朝天门进嘉陵江到相国寺，太太文明了呀。定居重庆以后不久，潘世豪的妻子因病去世，从此潘世豪孤独一人，终身未娶。这一年的冬天，卢作孚回到重庆北陪的家。回到北陪之后，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看他脸非常瘦，神情非常疲惫。
不是因为他的指挥李昌大太队和指挥枪林粮食的时候啊，每天晚上声嘶力竭打电话，那个电话不像现在是要拼命叫喊的，这样非问破裂啊，两种病病倒了。宜昌大撤退后，日本军界一片哗然，他们认为如果当时集中主力攻打宜昌的话，一定能置中国的民族工业于死地。一年以后，日军占领宜昌，并加紧对长江封锁，许多人以为民生公司的生命就此结束，可是卢作孚却说，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据后人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总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抗战胜利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卢作孚在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并组织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位。但到了1952年政治无反运动高潮，卢作孚被指为不法资本家，被无情斗争。因为不甘受辱，1952年2月8日，他在重庆服用大量安眠药后离开了人世。